Yán phú trùng sang dê cán bình tỷ sư. Ở sứ, tỷ trang phú xa mô khở xa bái phó yán. Sư xuân, quả trấn phó rú lái, vệ sân lý cú. Yán bài chân hòa y sư chia, phân sư sân xính. Chào bái y chia, dê bào trùng sang. 若非如来大慈礼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付嘱，至阿逸堕成佛以来，六道众生暂令度脱。唯然，世尊又不言如。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尽是无定，恶即结业，善即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静沉劫，迷惑障难，如鱼游网。将是长流，拓入战珠，又复造王。已是等悲，无当有念。如既必是往冤，累劫众失，往度罪悲，无复何虑。若是与时，会众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应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自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横足，善施世间劫。无上师，调御丈夫，见人师，佛受尊，其佛受命六万劫，为助驾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山，饶益众生，及邻国内所有人民。堕遭众儿二王以及广设犯边一王法言，早成佛道，当度是悲，令舍无余。一王法言，若不先度罪苦，令是暗乐，得智菩提，我众位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师。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师。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住持，明镜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相法至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言自教化，遇一女人，赐曰广目，摄食供焉。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广目答言：我亦母王之日，自服就拔，未知
我母胜处何居？罗汉面之，未入定关。见广目女母多在二居，受其大苦。罗汉问广目言：汝母在生，作何恨耶？见在二居，受其大苦。广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好食丹，于被赤鼠所食于鳖，度食其子，或沼或楚，自请食丹，记其命书，见万父悲，损者慈悯，如何爱究？罗汉明知，未作犯边，卷广目言：如何至诚念净经，莲化目如来，见塑化形象，存亡或邦？广目闻已，即舍所哀，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备记赞礼，护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去名山，放大光明，而告广目：汝母不久当生汝家，宅阙几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备生一子，未满散之，而乃言说。接手被妻，告于广目，生死也言，果报自收，无事如母，久处暗明，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放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二刀，如有何期，令吾唾免。广目闻说，至母无疑，哽咽被啼，而白被子，既是我母，何至本罪？作何恨耶？堕于二刀。被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爷受包，若非蒙福，就拔无难。你是叶公，为何解脱？广目问言：地狱罪包，即是云何？被子答言：罪苦是师，不忍正说。百千岁中，俗白难清。广目闻已，涕泪豪饥，而白恐嗟：愿我至母，永堕地狱，一时散碎，更无重罪。即立二刀，十方诸佛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言，若得我母永离散途，其死下迁，乃至女人之身，永绝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向前，最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间所有地狱七散二刀，处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二区，畜生二鬼等，如数罪报等人尽成佛经，我然后放成正觉。发誓愿以具闻清净莲花母如来而告之曰：广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
吾管乳母13岁逼，14饱矣。甚为纺织寿年100岁，过世暴薨，但生无有国都，寿命不可计竭，后成佛国，广度人间，数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观无者，即无尽无菩萨师，广目母者，即解脱菩萨师，广目女者，即地藏菩萨师。过去久远劫中，如是子民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争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以探指尖，皈依地藏菩萨，摄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包。若能至信皈经，即站礼赞叹，向化一福，种种正宝，或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将在诸将受生妙乐。若将福经下生人间，有百千劫长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经广宣流布，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神，广演是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誓尊已，合掌共经，作礼而退。尔时，四方见王具从坐起，合掌共经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晚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自见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见人众等，广利一孤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圣色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智施四千瓦言：唯然世尊，愿有欲闻。佛告四千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即至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言。子敏自是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隐瞒不断，以是诸故，又发众愿。又发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于刹身者，
若素养短命包，若遇这道折，若贫穷苦主包，若遇邪淫者，若惧各烟养包，若遇耳口者，若倦鼠斗正包，若遇毁谤者，若无舌状厚包。若遇正亏者，若丑陋龙残包；若遇欠邻者，若素脚为怨包；若遇饮食无度者，若忌喝烟饼包；若遇田猎自警者，若忌皇上命包；若遇悖逆父母者，若天地塞傻包，若遇少山林木者，若黄眉举死包，若遇前后父母二毒者，若反正变他下受包，若遇亡卜胜主者，若骨肉分离包，若遇毁谤散宝者，若盲聋隐哑包，若遇净法慢教者，若勇主二道包，若遇破勇常住者，若一起而轮回地狱包，若遇悟翻无生者，若永在畜生包，若遇炭火残灼上升者，若轮回地藏包，若遇过街翻斋者，若禽兽俱二包，若遇吠离毁用者，若所求绝包，若遇无我共高者，若被舍下欠包，若遇两舌斗烂者，若无舌百舌包，若遇邪见者，若遍地受胜包。如是等言，菩提众生，善巧意耶？二习结果，百劝报应。尽诉略说，如是等言，菩提众生，业感自别。地藏菩萨拜见放边，而教化之，是诸众生向受如是等包，后堕地狱。动静皆殊，无有住极。是故汝等护人护国，无领受诸众耶。迷惑众生，四千王闻已。涕泪被贪可长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劝商，即佛灭虽真言，利波利波帝，鸠诃鸠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梨尼帝，摩诃迦帝。政令降低娑婆诃，广生净土神州，那摩阿弥陀婆耶，哆哆揭哆耶，哆帝耶陀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多悉耽波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哆咒哆伽利娑婆诃。普皆真言，那摩三曼多摩陀喃阿波那帝喝哆车车那咪喃，即咪即咪哒他个他喃，摩诃萨顶波那帝，
悟大莫大莫大他各他难莫挖空判作何。三如来此名转大法轮婆罗门女救慈亲觉化度迷津摩耶夫人请问地藏隐因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地藏三地藏菩萨妙难伦化仙净容处处分散徒六达闻妙法四圣十类蒙慈恩明处照车降唐律尽其震开地狱门累世静音蒙戒引九莲台畔李慈尊南无九化善友又名世皆大慈大悲轮拔虎本尊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哈哈哈，文三摩地梭哈。